黄医生，谢谢您又来看智模。小曼，智模从英国回来以后，你老说的是无精打采的，可是我给他治疗以后怎么样？好多了没有？好多了，经过你的一针之后啊，气色好，精神佳。哎，他好像回来了。今天真的是太开心了。你到底在开心什么？我今天省了几百块钱啊。真的？是啊，昨天呢我不是电瓶车的电瓶不见了吗？我本来刚刚要去买啊，结果我发现电瓶都不用买了啊。电瓶找到了？哎呀，不是，这连电瓶车都不见了。你把电瓶车都丢了？我真是瞎了眼，我怎么嫁给你？你一天天的除了在那刷抖音，就知道写那种谁都看不懂的诗啊。你真是干什么什么不成，吃啥啥不够。哎呀，但是我有的别人没有啊。你有个屁啊你。我有一个善解人意、漂亮、也爱我的老婆。小曼，今天难得黄医生来，你就好好歇着，我来炒几个菜，我们晚上一起喝一杯，早点上床睡觉啊。哎呀，不用了，你这个手啊，细皮嫩肉的，是做饭的样子吗？还是我炒吧，你去玩吧。那我去作诗，写首诗送给你哈。黄医生，让你做鬼哈。黄医生，你给他吃的什么药，打的什么针啊，他这么生龙活虎的。黄医生真是太棒了，一针见效。男欢女爱也要有相爱的本钱，就算是老夫老妻，经过神奇的针灸术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，只因为多了那一针。